我们的执政者拜登的民主党正在全面的寻找各式各样的理由来挽救11月的其中选举，使用的方式就是把人民的注意力集中在其他东西上面。上个礼拜他们试图用堕胎这个议题来混淆视听，没什么用，他们的民调还是一样低。然后呢，这个星期他们就说所有的共和党人保守派全部都是种族歧视，喜欢白人屠杀黑人，结果也没有什么用。那么他们会说这样子的原因，就是因为要美国人忘记现在油价怎么高成这样，薪水怎么养不活家，拜登不是要拯救美国恢复正常吗？现在乱成什么样子呢？所有民主党的人都开始跳槽了。首先是世界首富 Elon Musk。Why are some accounts banned? With no recourse apparently. The reality is that Twitter at this point, you know, has a very far left bias. And I would classify myself as a moderate, and you know, neither Republican nor Democrat. And in fact, I have voted overwhelmingly for Democrats historically, overwhelmingly. Like I'm not sure.I might never have voted for a Republican, just to be clear. Right. Now this election, I would. 没有错， Elon Musk 自己承认他长期以来都是投票给民主党的。That's not a surprise, 因为有钱人都会希望自己看起来很有爱，很有同情心，很在乎社会跟人民。而民主党长期以来也就是在说他们是在保护弱者，为了人权发声，爱地球，他们要的不是钱，不是权力，而是给更多的人均富更平等的人生的一个党派。共和党则是一直在推崇每个人都是平等的，你没有钱是你自己不懂得怎么理财，你的人生过得不好是因为你自己犯的错误，你要为你的人生负责，政府不应该帮助你，也没有义务要帮助你，只应该让所有的人都有公平的竞争机会。所以这些有钱人如果捐很多钱给民主党或是帮民主党助选的话，对他们来讲是增加他们形象的好处，而且他们也很乐意的当别人的榜样。你看我赚了钱，我就捐助给穷人或慈善机构，对不对？这些有钱人跟明星是希望而且渴望掌声的，这跟保守派的人差很多。我们其实也很希望每一集都放一个名单，然后感谢所有奉献给我们，然后还有购买我们会员的人，还有机构。但是我们的会员都会跟我们讲说，不要公布我们的名字哦，我就是纯粹想要帮助你的事工而已，我认为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很重要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。所以我在这边真的是感谢所有的购买我们会员的人，没有你们，我们真的是付不出我们三个人的薪水。在这里我希望可以特别感谢一个人，这个人我们不认识，他也不认识我们，但是每次我们出现财务危机的时候，我们也不是会随便跟别人讲，只是纯粹的祷告，但是他都会突然出现帮我们一个大忙。这个月月初我们的公司户头只剩下8000块钱，等于就是下个月或者下下个月公司就没有钱了，结果突然就收到了一笔1000块跟一笔2000块的奉献，而且上面写着 Support Sister Felicia and Brother Ethan。 就这个样子，我们的钱又可以再让我们多撑一个月，真的是神迹。每一笔钱对我们两个都非常非常的重要，而且我们能撑下去真的就是靠每个月都有神迹。 OK， 不好意思，我离题了，这个是个新闻频道，不是一个什么基督教真情部落格。总之 Elon Musk 这样的人跳槽到共和党会带领非常多的年轻人这么做，而且他的影响力是绝对的。仔细想想看，他做的生意一直都是民主党一直在提倡的生意，什么电动汽车、太阳能发电，然后去火星放晶片到人的脊椎骨上面，而且真的有帮助到很多人。虽然很多东西，例如像什么精神系统晶片，还有他也是支持社会主义的全民基本收入，我是完全不同意，而且是完全反对的。因为与其说我是个共和党人，或是我是个保守派，这两个都没有办法诠释我个人的思想。我个人认为可以诠释我的价值观的名词就是基督徒，只是目前共和党跟保守派的价值观比较接近基督徒而已。这也表示 Elon Musk 很多做法是彻底跟我冲突的，彻底的跟我的信仰冲突的，跟我的价值观冲突的。但是至少现在他出来宣布要投给共和党，而且为了言论自由购买推特，未来会怎样我不知道，但是至少现在
或者在某层面上，我认为他算是保守派的盟友，结果就是被左派骂了个要死，说他是贪财、毁灭宪法、现代独裁希特勒跟毁灭言论自由、逃税、浪费钱坐火箭去火星。当他做了这么多左派要的事情，而且成功了，得到的不是掌声，而且还被辱骂的话，他会跳槽很令人讶异吗？这只能表示左派没有任何的朋友，左派永远只有可以利用的人跟可以大大利用的人。南加儿童合唱团现在开始报名了。南加儿童合唱团成立于1998年，曾到纽约、波士顿、华盛顿特区、夏威夷等多处演出，并参与国内外各大音乐节，荣获各大奖项，均取得优异成绩。从即刻起接受报名，课程均由专业指挥教师指导，5月22号前报名都有特别优惠。新一季将在6月11号开课，每个星期六下午有分4到8岁、9到12岁以及13至18岁不同年龄段的课程培训，欢迎打电话626-779-6767报名咨询，或是登录网站填写资料报名。记住，在报名的时候，请告诉他们你是看到 AI News 来报名的，会有一部分款项特别赞助到我们的施工哦。也欢迎各位在5月21号的时候莅临现场，聆听南加儿童合唱团第23周年音乐会，地址在天普市的以马内利宣社会，5月21号下午4点钟，期待你的到来。